来看一下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两款双电机打磨机抛光机啊，这一款是沙袋宽度 7.5 公分的，这一款为10公分的啊，它们都是采用的是400瓦纯铜电机啊，正反转和无极调速的啊，也是同步轮和同步带啊，电机都是400瓦的，可以看一下啊啊，都是400瓦的，好吧，也都是正反转无极调速啊，看一下啊，同步轮同步带，机体同样都是3毫米不锈钢白钢的啊，3毫米不锈钢白钢的啊，想购买哪一款咱们直接点击左点击这个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有个快手小店，进到快手小店去选择 7.5 公分双电机和单电机啊，或者10公分的双电机和单电机都有啊，现在都是有现货的啊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头像进入主页快手小店下单啊。